啊，你这个什么地球通行证在哪办的？地球通行证，地球英雄办的。地球英雄在哪办的？地球英雄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早就有了，早就在什么地方？你在网上搜一下。网上搜不到它。你搜地球通行证，能不能搜到？我们打个赌好不好？你敢给我打赌？这个不是官方的，没有任何不是官方。天下第一牛人就可以颁发，天下第一狂人就可以颁发。那师傅，你再说一下，你这个驾证在哪办呢？我这个哪个驾驶证？就你这个，我有国际驾照。国际驾照？对，国际驾照在中国不通用啊，在中国你要遵守中国的交通法规啊。交通法规我遵守，我遵守。你国际驾照在中国不能通用，你中国有中国的这驾驶证啊？国际驾照在中国可以通用。那我没听说啊，我没听说，那你法律也没有这个规定啊。在中国有中国的驾照，国际驾照在全世界可以驾。哎，不行，那我跟你讲，我中国的驾照我也有。